参加慈航学校2020至2021年度小一百日宴。今次的小一百日宴是采用线上直播方式进行的。首先听不听到？听到我们挥挥手，哇，好精灵！睇翻喺台面，你做得好好啊！当然今年疫症的关系，可能很多咧，我哋嘅小一嘅活动，例如小息的时候，会有啲大哥哥姐姐教大家去执书包。即将落成的 STEAM Room 啊！同学仔记住同爸爸妈妈一起做，你哋都会成为一个小小的科学家噶，又或者咧佢领导你嘅智慧。呢一百日咧喺慈航嘅生活咧，其实同学仔长大咗好多，而你见到咧喺疫情期间咧，同学仔见到有小朋友感动到流泪啊！系喎，我哋要系咪啊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哋咧可以俾个系啦，俾个 like。往后的所有东西呢，所有自己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各位同学。